早前霍思燕刚被爆出未婚先孕，近另一位女星似乎也已经悄悄怀孕，她就是屡屡为电影而现身的郝蕾。与霍思燕孕相不太明显相比，郝蕾的肚子十分凸显。去年光棍节当天，郝曾在微博上晒出订婚戒指，而不出数月便玉肚凸起，真是动作神速。去年十一月下旬，郝蕾痛失金马影后，在接受采访时承认自己已经接受男友的求婚，并宣布自己将隐退一年时间。随后鲜少露面的郝蕾近日被某媒体拍到，郝蕾身材发福，似乎已经怀孕数月，年初就开始全面停工。据悉，当天郝蕾与身旁女伴相约逛街，已很长时间没有露面的郝蕾明显肥胖了很多，身材臃肿丰满不少，面孔滚圆，不仅身材大变，而且动作迟缓笨重，明显露出怀孕迹象。逛街的同时，郝蕾解开了羽绒服，这时可以明显看出郝蕾的腰身几乎成了圆柱体，尤其是肚子高高隆起，怀孕已是掩不住的春光。当天郝蕾心情不错，有说有笑，别看她有孕在身，但足足逛了四个小时，最后她买下了一些佛牌和银饰，看来郝蕾早已开始为腹中胎儿保平安。